因为没有他们那个努力的做的，所以其实有些新的演员或是比较就是要刚开始找我们说有可能演戏什么样子的做，就是现场你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事情，看别人在做什么，如果他有办法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事情，我认为他就应该知道说自己要干什么事情。我们当中的那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吗？特别有钱。Bye.